1988年4月，又是一个海棠花盛开的世界。此时，周恩来离去已12年。西花亭院子里繁茂的海棠花，再一次让84岁的邓颖超浮想联翩，留下了下面这段情书式的心灵独白。海棠花每年都开得鲜艳，开得漂亮，惹人很喜爱。因为你喜欢海棠花，我也喜欢海棠花。建国以后，你就选了这个盛开海棠花的院子来居住，你住了整整的26年，我比你住的还长，是38年。我们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我仿佛还是在昨天在我的眼前，但是12年已经过去了。本来这12年是很短暂的，但是偶尔我又感到是非常漫长的。同志、战友、伴侣，是邓颖超对丈夫的别称。他以这种平常的称谓，表达了只属于他们之间的超乎寻常的感情，一份深长恒久、老而弥坚的爱情。他们把相爱融化在人民中间，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开国大典之前，周恩来夫妇忙于参加各种为筹建新中国而召开的会议。那时，周恩来还没有被正式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但他已经承担起政府总理的责任。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正当他费尽心力将各方人士合理安排，以组成新的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时，许多党内外知名人士向他提了一个建议。在政府里给从事革命工作近30年的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以做到人尽其才。周恩来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邓颖超在政府部门之外的妇联任职。后来有人为邓颖超抱不平，他们认为以当时邓颖超的资历和才干，邓颖超应该是政府的一个部长。周恩来却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他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他那个部长说的话，把他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周恩来还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5年的4届人大，又有人提议让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但周恩来还是将这个提议压了下来。偶尔邓颖超心里也会有点委屈，但他理解并支持周恩来的做法，因为他们结婚几十年以来相互之间有过约定，两个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
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早在1925年，他们结婚时，两个人的不同工作似乎就已经为这个约定做了注解。那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则刚刚从天津南下来和周恩来完婚，并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我们既未有，我们可以登记的地方，我们也未有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我们更没有讲台上讲阔气，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广州的同事们知道他们结婚后，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在离住处不远的太平餐馆请了两桌西餐，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啊，就要邓大姐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大姐对我说，怕什么，要我说就说。他说我啊，因为个子矮，登架就上了凳子上了，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啊，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说我站在板凳上，我就讲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讲了一遍。然后呢，还把当时恩来给我寄的明信片一首诗，我也给背诵了。所以张治中和那些人呢，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时，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而邓颖超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的高潮中，他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不过却是淡淡的。后来他们和一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开始有了更多同志式的接触。在这里，80多岁的邓颖超仿佛又回到了和周恩来一同追求新思想、追求进步的纯真年代。郑继清，郑继清，后来，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有一次，给我一封信，杜然的提出来，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到恋爱的发生关系。他非常之急迫的要我回他的信，但是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民主自由的，一在我小的时候，他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他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他就说，现在呀，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要恩来同志追赶的，我不能够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
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从1922年、1923年这个期间，我们的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是不是一般的同志的关系了，朋友的关系了，而是相爱的关系了。半个多世纪后，邓颖超访问巴黎时，专程来到周恩来当年居住过的地方，置身于60年前便熟知的房子，回味着周恩来当年急切而又含蓄的来信。76岁的邓颖超再次心动不已。50多年的时光证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他们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燃情岁月。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周恩来为发展壮大人民的武装力量进行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说，常常是意味着分离。来到熟悉的队伍里，邓颖超不由想起了192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那是7月26日的傍晚，在武汉家中，周恩来吃完饭，拿了随身带的东西，和妻子握握手，只说去九江办事，就走了。干什么？去多久？一概没说。邓颖超也没有问。后来，国民党报纸上刊登了通缉周恩来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8月1日丈夫领导了南昌起义。对于这对献身于革命的夫妻来说，个人的幸福和家庭的圆满已经和他们所追求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中国营造和平安全的环境。周恩来进行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时，邓颖超很少以夫人的身份随同参加，即使是有些需要邓颖超参加的场合，他也提出不要加上夫人及自己的名字。他认为加上自己的名字不符合我国男女同志的独立性和共产党员的独立性。周恩来赞同妻子的想法，出国访问或在国内招待外宾，均是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1955年4月11日，周恩来在昆明准备取道缅甸去参加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特务在常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定时炸弹，飞机从香港起飞后爆炸坠毁，周恩来因为不在这架飞机上而幸免于难。消息传到北京，正在住院治疗的邓颖超没等痊愈就赶回西华厅，焦心地关注事态的发展。此时西华厅的海棠花正含苞待放，生气盎然，一向爱花的邓颖超却无心欣赏。
她的心一直悬在即将去参加会议的丈夫身上。她特别以你的知己兼好妻的落款，给最亲爱的人周恩来写信，要他务必注意安全。周恩来为消除妻子的担忧，很快回信：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蚊帐如五帐，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经历过反对殖民主义的长期的英勇的斗争，赢得了独立自由的中国人民派来的代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冒着危险参加了万隆会议，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时候，他在演讲中强调求同存异，获得了亚非各国代表的一致喝彩。他代表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被写进了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并成为后来许多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做的努力，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会议的七天时间里，周恩来因忙碌总共只睡了13个多小时的觉。因为怕病中的妻子担心，在回北京之前，周恩来特地交代工作人员不要告诉邓颖超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在出席了亚非会议并应邀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后，在5月7日回到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时刻都在等待丈夫平安归来的邓颖超抱病亲自来机场迎接，别后重逢的喜悦和感慨一直留在邓颖超的记忆中。1964年端午节，他写给周恩来这样一个条幅：夫妻庆幸能到老，无限深情在险中，相匹相伴机缘少，革命情谊万年长。1961年，经历了国民经济2年连续的严重困难，特别是农业生产连续2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中央决定调整农村的政策，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为此，中央提倡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身为总理和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夫妻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调查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看到由于庄稼欠收所造成的严重缺粮状况，他们非常忧虑。在田间地头或在农民家中，他们仔细询问农民能否吃得饱饭、集体食堂好不好等生活问题，并和农民们一样吃着食堂里的玉米面糊。在自己的总理面前，农民们说出了不愿意吃食堂的心里话。结束调查的第二天，周恩来便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不久，结合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对这一情况所做的调查反馈，中央就做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邯郸之行，他们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更深理解了“民以食为天”的深厚内涵，也让邓颖超更加体会到周恩来在3年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担负的重任。
那段时间，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几乎天天收到全国各地报送的出现粮荒的报告，而周恩来也天天在为粮食问题焦心。他经常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给哪个省调入多少。有这么一天呢，我就说，总理，这些个具体的技术性的工作，能不能叫别的人帮你一下？但是呢，总理还是说了，你认为这是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能这么看。全国人民吃饭，这是个大问题。这可不是具体的什么技术性工作，我要是不自己算，我怎么能知道底细？就因为我要知道这个底细，所以我要算得清清楚楚。最后总理就讲，你要懂得我的工作，你才能理解我作为一个国务院的总理应该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人民着想，一切都要从人民这个利益出发。在国家档案馆现存的32张粮食报表上，他的笔记有994处。其中，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文字7处。密密麻麻的手记凝聚着周恩来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周恩来时时处处以自己的行为承担着作为人民总理的职责，每到一处，他总要亲口尝尝普通百姓的粗茶淡饭，从中体味着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这是周恩来1958年9月1日在唐山开滦煤矿井下和工人的合影。在井下1个多小时，他查看了采煤运煤的全过程和井下各种设施。他要求矿领导要关心矿工的生活和安全。他说，井下的情况与井上不同，井下一旦发生问题，都会严重地关系到矿工的生命安全。几个月后，在河北的井陉煤矿，周恩来又再次强调了煤矿生产的安全问题。他指出，生产与安全发生矛盾时，生产要服从安全，要为矿工的安全着想。在大河上下，在峡谷和平原，当我们今天把万里黄河捏在手里的时候，还能有什么壮丽的图景比眼前的这幅画面更振奋人心？对于兴修水利这一变害为利并关系到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治水工程，周恩来更是投注了毕生的精力。每当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问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妥善处理。他经常亲临许多水利工程建设工地，实地考察工程的各种可能结果。1958年9月1日，这座华北最大的综合性的水利工程密云水库正式开工了。密云水库开工后，周恩来陪外宾第二次到水库参观时说，
你们的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秀密云水库有50000多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50000人做了安排没有？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是一条腿走路。他要县委书记赶紧抓给群众盖房的工作。1年又3个月以后的1960年8月，已经是第7次来到水库的周恩来，看到移民的房子还未盖好，就批评说：“你们的确是见物不见人，你们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把房子盖好，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来看。”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发生了6.7级地震。地震震醒了入睡才2个多小时的周恩来。在紧急部署了救灾措施后，第二天，周恩来就坐直升飞机匆匆赶赴灾区。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悲痛笼罩着受灾最严重、余震仍旧不断的龙窑县。悲伤的群众听说周总理来了时都很激动，他们自动集合在总理乘坐的直升飞机停靠的空场上。此时周恩来发现群众迎风站着，坚决让当地干部把群众调过来背风站，自己迎着风讲话。他说：“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要组织起来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总理的到来使悲伤的群众渐渐稳定了情绪。68岁的他，在顶着寒风站立许久讲话后，又继续走访整个村落。每见一个人，他都问家里损失怎么样，锅碗瓢勺还有没有，能不能吃上饭。他指示老年人家里没有依靠的要帮助他们，娃娃没人带的要帮助带好。面对一个失去儿子的老太太，周恩来说：“你就把我当做自己的儿子吧。”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7.2级地震，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再次奔赴灾区。当一个伤势严重的老汉激动地表示感谢时，周恩来回答说：“为人民服务应该，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几个月后，他的胸前佩戴了这枚为人民服务的象征。这枚象征体现了周恩来一生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渗透在周恩来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甚至高达18、9个小时。除了白天参加各种会议活动之外，周恩来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他休息。这张便条这样写道：“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成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虽然这么写了，但邓颖超也知道，要让日夜操劳的丈夫好好休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就让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这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在途中或工作时充饥。邓颖超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配合支持丈夫的工作，繁忙中的周恩来也总不忘关心妻子的工作和健康。夫妻俩这样默契和谐的开心情绪，自然也传递给了远道而来的客人，宾主尽欢，其乐融融。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以来他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做斗争，周恩来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鼓励妻子治愈和战胜疾病。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他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收到妻子的来信，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邓颖超也很默契，他迅速回复：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超，昨天得到你23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翠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他最后写道：盲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盲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繁忙的内政外交工作使周恩来没有更多的机会与妻子做这样的交流，他甚至难得有时间与妻子聊上几句。这张照片是他们晚年留下的唯一一张正式合影，拍摄于1970年5月20日。那时候周恩来的身体处于严重的透支状态，每天从外面参加完活动回来，又继续在办公桌前处理各种交心的事情。1970年这个夏天，我呢就按照每天的工作程序到总理办公室啊给他整理文件。那么在整理文件的这个时候呢，我偶然发现了一张就是42开字总理写的一首戏剧唱词，就是西厢记，题目呢就是不公与不干，昨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身要寒，种菜的哥哥要落雨，采桑的娘子要勤干。从这四句唱词来看，我们都很明白，就是老天爷呀，这个天很难做。那么作为总理，当时呢就是管理着，就是
主持着日常的党中央的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又有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在争夺势力，所以说很多事情总理都处在一种左右为难的状况。当周恩来夜里长时间坐着办公时，夜半醒来的邓颖超就会焦急地躲到办公室门口探探头，或轻声地叫丈夫起来活动活动。但周恩来常常是回答一声后又埋头继续工作了。周恩来好不容易要上床去睡觉了，还要抱上那些没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看他窝着批阅文件实在不舒服，就让人做了这个专门放在床上写字用的小桌子，没想到这使他办公的时间又延长了。这些工作日历记录了周恩来20多年一天接一天，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工作安排。他的生命就在这一本接一本的日历中被渐渐耗尽了。这个国庆节的十几天后，他向老朋友斯诺吐露了内心的烦恼。他说，在身体方面我被打败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的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经73了。埃德加·斯诺是周恩来夫妇认识了30多年的美国朋友，在他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对1936年的周恩来有着这样的描写：他确实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周恩来用5年未讲而显得迟缓却准确的英语，向刚入苏区的斯诺建议必要的行程，并为斯诺拟定考察的路线及项目。斯诺因此得以凭借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理解和报道而闻名全世界。1964年10月31日，周恩来得知老朋友斯诺要写一本长征的书，就说这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最好有一个能写作的外国朋友和你合作。爱泼斯坦太忙了，马海德又在医务方面工作。斯诺提到新西兰诗人艾黎，说艾黎也很忙，在翻译唐诗。周恩来听说后显得很惊异，他说那很奇怪，喜欢唐诗的人到现在还没娶到老婆，我每次见到他总问他娶了老婆没有。斯诺也开玩笑地说他太老了，
周恩来听完后便哈哈大笑。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又和从南京等地采访回来的斯诺促膝交谈。你喜欢抽烟的，努力了啊，抽烟吧，还是抽。上海干得好啊，没带。无锡去了吗 ？Yes, I spent three days there, four days there. 看了工厂 ？Yes. Saw Dongxia, I saw Nian, several factories. I went to visit the Schistosomiasis Institute there. 是重病。哦，看那个。Nanking. Nanking. 就到了这三个地方。Nanking, 无锡、上海。Especially in Shanghai. They really kept me busy there. 对。好啊，你不是要问点问题吗？ Now, Premier Joe, I find such a sharp contrast for the better between conditions in China today and those conditions I saw here in 1960, that I wonder if I would be right in assuming that China's economic level, general economic level,当了15年总理的周恩来和老朋友聊起和行军打仗完全不同的心得。他说，搞了15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我们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认识了一些，还有更多的未被认识。15年来，我们做对的不少，也有些做错了的。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not only in the quantity. 1972年，斯诺在瑞士去世。第二年，遵照斯诺的遗愿，周恩来夫妇把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他喜欢和工作过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周恩来从此又失去了一位一国之音。他被当地老乡称为铁人，从那时起，王进喜同志就成了大庆全体职工的一面旗帜，成了我们时代的英雄。1966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全国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代表王进喜等。王进喜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激励下成长的全国劳动模范，周恩来对他怀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周恩来一共去过3次大庆，在大庆他结交了许多工人朋友，王进喜就是其中的一位。每次到大庆，他总要看看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由于常年积劳成疾，王进喜于1970年上半年被查出得了胃癌。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指示大庆派人送王进喜来北京治疗。总理来几次去看望他。作为一个老朋友，总理也劝他要听医生和护士的话，和医生护士很好的配合，很好的治疗，然后再去，才病好了才能去工作嘛。后来呢，铁人由于病重啊，去世了，总理还参加了他的追悼会。1972年5月18日，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周恩来来到机场送别来访的索马里客人，他的神情似乎不如以往在外交场合那样高昂。这一天，他被确诊得了膀胱癌。得知病情后，周恩来并没有好好休息，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反而要加倍工作，致使病情得不到控制。邓颖超心里非常焦虑，然而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1973年6月，周恩来因为陪外宾活动而回到了阔别26年的延安。离开延安时，周恩来正值英年，而今却已是两鬓斑白，身患重病。当外宾提出要参观他和邓颖超住过的窑洞时，他没有答应。他向当地负责人说，不要多宣传他，并要求关闭他的旧居。但在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里，他却仔细地向外宾讲述了毛泽东等开国领导人在延安的业绩。有手干呀，又是又有船呀，气得蒋介石不上不上敢当烟，嗨嗨哟。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应邀访华，周恩来又是抱病全程陪同。疲倦的神色显现了周恩来越来越差的身体状况。蓬皮杜在来中国之前就提出要参观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为了接待好他，周恩来陪同蓬皮杜逐个观赏石窟。整个过程所消耗的精力和体力，已经不是一个病情严重的75岁老人所能承受的。最后一站是上海，蓬皮杜从这里回国。9月的上海下起了雨，周恩来和参加欢送的群众一样没有打伞。客人离去后，身患绝症的他却马上吩咐有关负责人，要给机场冒雨参加欢送的群众喝些姜汤，以防感冒。周恩来身上散发着浓厚的人情味，每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从他那里感受到关爱、平等还有尊重。和他在一起，人们由衷地感受到亲切和真诚，快乐和温暖。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特地设宴欢迎他们。面对这些最可爱的人，他用中国的名酒茅台酒向他们一一表示敬意。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面对面地感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和豪爽。这样轻松和谐的氛围时常出现在周恩来和朋友们的聚会中。生性活泼的邓颖超特别喜欢周恩来在这种场合中的松弛状态，因为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谈笑笑，对整天忙个不停的丈夫来说就是很好的休息。所以有时候邓颖超会请一些朋友到西花厅聚聚，或者同周恩来一道去朋友处看看。在这种聚会的场合，周恩来的另一个好朋友外交部长陈毅总会在场，这不仅是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更由于两人相投的情趣。1960年5月15日，周恩来和陈毅从柬埔寨、越南访问归来，途经桂林，各自携妻子一起泛舟漓江，真的是一次难得的休闲。周恩来见到陈毅，心情大都不错。他喜欢陈毅豪爽豁达的性格。他们两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后来又一块革命。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当了第二任外交部长，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周恩来曾在外交场合这样介绍陈毅，他是一位元帅，又是一位诗人，言语中不乏赞赏之情。元帅的豪情与诗人的浪漫和谐地统一于陈毅身上，使周恩来对自己在外交部的这位继任者很是欣赏。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要彻底的报销。陈毅脾气直爽，有时难免会说些走火的话，因此就有人跟周恩来说，陈毅不适合当外交部长。周恩来却说，这正是他的特点，陈毅有激情，外交部在他的领导下比我在时有生气多了。当陈毅的尊严和生命遭受侵犯的时候，周恩来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心中忍无可忍的激愤。他保护陈毅的方式是陪同陈毅参加造反派批斗陈毅的大会，或提前了解控制批斗会的性质和规模。在那个疯狂宇宙的年月，周恩来想保护、要保护和已保护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他的心里却时常在为自己没保护好更多的人而愧疚。这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片段。1973年6月10日，陈毅追悼会之后整一年半的一个外交演出场合，周恩来提议加演这首歌。这首歌引发了他埋在心底的对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的怀念，在枪林弹雨中，周恩来和他们结下过生死情谊。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转达意见。他说，唱歌不是唱的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他还说，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周恩来的艺术天赋早在天津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显露了，那时候他经常上台演话剧，南开学校没有女生，他就演女角，他还到邓颖超的学校指导过。有意思的是，邓颖超的学校没有男生，邓颖超就演男角。夜来香药吧。夫妻俩对话剧的爱好保持了一辈子，他们时常在戏开演后买票入场，又在还未结束时提前退场，以免打扰观众。看过演出之后，他们还会把观感像朋友一样的反馈给主创人员，使作品更上一层楼，所以很多艺术家都把他们当成知音。周恩来知道妻子喜欢唱京剧，朋友来访或相聚时，他就会提议让邓颖超唱上一曲，而他自己则专注地凝视妻子，认真地欣赏。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邓颖超甚至在梅兰芳面前都敢亮开嗓子。
他们喜欢的文艺形式很多，民间戏曲、电影、歌舞剧等都是夫妇俩之间兴味十足的话题。他们因此共同结交了许多文艺界的终身朋友。1971年，荷兰电影纪录片导演伊文斯应邀来访。周恩来对这位和自己同岁的老朋友直截了当地说：“你怎么没带摄影机来呀？应该在这儿拍几部影片。”谈到即将要拍的电影，周恩来特地向伊文斯强调了影片应该具有的真实感。周恩来对他说：“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那是自欺欺人，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他又补充道：“用不着去拍一部粉饰太平的影片，中国是什么样，你就按什么样拍。”后来，伊文斯按照周恩来的建议，用长达5年的时间，拍摄成了12小时的系列电影《愚公移山》，内容涉及中国的工业、农业、军事、卫生、城市生活等方面，为西方人了解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影像途径。1975年，他曾携带《愚公移山》的部分影片来中国放映。可惜周恩来病重住院，而没能一睹伊文斯塑造的中国形象。就像伊文斯影片里所表现的朴素的中国人那样，周恩来也和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样，过着和谐自然、简单节俭的生活。那么中午吃饭呢，邓大姐吃饭也是非常简单的，他们一般都是俩菜一汤，俩菜呢就一荤一素，每个星期呢都要吃两次，恐怕两次到三次这个粗粮，就是像玉米面啊，或者其他高粱面呢、高粱米啊这些东西。剩下的饭菜能够留着下顿吃的，他就不让工作人员倒掉，要留着吃。衣着上，周恩来有很多讲究。他说：“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中国人的脸孔。”有一次到非洲，就是几内亚去访问，他跟塞古朵尔在交谈当中就讲到了，总理自己说他身上穿的外衣、衬衣、穿的鞋子或戴的手表都是中国自己产的货。我们理解他就是告诉那个对方啊，就是要发展民族工业，要靠自力更生。靠着自力更生，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成功爆炸了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原子弹。这一当年中国人最自豪的产品，是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研制而成的。这一天，周恩来太高兴了。和他同样高兴的邓颖超，与这个现场的大部分人一样，只是到了这一天才知道这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对周恩来强调的工作原则，邓颖超一向是支持和配合的。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具体部门工作，但如果有些工作需要邓颖超去开展，周恩来也会请妻子出面完成。1949年6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邓颖超南下去请宋庆龄北上，
共商新中国的建国大计。北京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1929年，宋庆龄扶陵南下后，就不愿再踏足北京。他怕在北京会勾起悲伤之情。考虑到他的心情，邓颖超到上海后，并没有马上让他动身，而是恳切地说明来意，让他从容考虑再做定夺。邓颖超则在上海住了下来，等待他的回音。终于有一天，宋庆龄微笑地对邓颖超说，他决定去北平了。周恩来知道后，随即派出设备最好的列车请宋庆龄北上。8月28日下午4点，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首长亲赴前门车站迎接从上海来到北平的宋庆龄先生。周恩来夫妇两个月的努力，化作了期盼相聚已久的人们脸上的笑意。宋庆龄是周恩来夫妇交往了几十年的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只要宋庆龄住在北京，周恩来就会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去看望他，并嘱咐工作人员要照顾好宋庆龄的生活。逢到周恩来和宋庆龄一起出访或共同参加活动，周恩来是时时处处突出宋庆龄的影响和形象，甚至在一些细微处，他也会考虑到宋庆龄的感受。和周恩来在一起，宋庆龄的心情是愉快的。周恩来自1924年在黄埔军校任职以来，和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国民党人打过很多交道，有过很多合作。他结识影响了许多国民党进步人士，并争取到他们中的很多人为全民族的利益服务。1960年，周恩来夫妇邀请杜聿明、王耀武等20多位黄埔学生共聚颐和园，师生们一起回首往事，展望未来，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因为来聚会的一部分人是不久前刚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周恩来曾代表新中国和他们做过情辞恳切的交谈。当他们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时，当年的老师则自责地回答，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他还鼓励他们说，好汉不谈当年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要不断前进才跟得上时代。2007年的3月，我在香港碰到了一位蔡醒三先生，他是过去国民党蒋经国的助手，10年的助手，跟蒋经国很熟悉。他呢是最后一批1975年啊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他就跟我讲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候，他说蒋经国跟他谈了一个。评价了周总理周恩来先生哈、他说周恩来先生待人之诚恳不是做作出来的，是出于他本人的素养。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以及他所代表的人民政府的宽大和信赖，使这些被特赦后仍可以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民党将领深受感动。他们中的许多人
主动自觉地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真诚服务。祖国统一是萦绕于周恩来心中的挥之不去的情结，即使是生命垂危，他的脑中也仍然紧紧地绷着这根弦。这份1975年9月写的批示，是他在看完上面提到的蔡醒三先生撰写的关于台湾局势的文章后留下的。他用已经不听使唤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拖拖拖拖，他是要把祖国统一的大业拜托给后人。就像他经常说到的，我们这辈子如果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一些爱国者，一些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一些爱国者，一些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周恩来经常跟人说，我们周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来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谢他了。每逢周恩来这么说时，邓颖超的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在邓颖超看来，做好周恩来亲属的工作也是他的分内之事，否则就会分散周恩来的精力，甚至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些不经意的动作和神情，流露出周恩来对邓颖超的一片深情。在妻子面前，大6岁的周恩来基本上是沉稳的兄长形象，但他偶尔也会撩发一把少年狂，让他的小超乐不可支。相投的情趣使他们几十年的日常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并常过常新，内心的幸福也不时地洋溢在他们生机勃勃的外表中。曾有亲戚对周恩来说，你们什么都好，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孩子。周恩来回答道，谁说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有很多孩子。他指的是他们曾经抚养的烈士的许多孩子。实际上，爱孩子的他们把千千万万的革命后代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当年邓颖超因为难产，再加上环境严酷，他们失去了当父母的机会，他们把父爱母爱都给了所有的儿童。
周恩来把这未报的情感都融化在对中华民族这个大家的建设和维护之中。60多年来，他不断地为这种情感而付出着。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他还代表国务院郑重地重申1964年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为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未来形象设计蓝图。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使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20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强国。已经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也和大家一样，为自己所描画的理想而激动。他在参加天津组讨论时说，我得了癌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努力和疾病做斗争，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奋斗。会议期间，邓颖超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承受不了如此激动兴奋的状态，同时他又期盼老伴的病情能有一个奇迹般的回转。6月1日，首都50000名少年儿童在北京。1974年6月1日，又是一个他们喜爱的孩子们的节日。周恩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日子离开西华厅去住院治疗。邓颖超的心情虽然沉重，却还满含着祝愿。从1949年10月开始，周恩来在这儿住了24年又8个月，这是他一生中住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家。他走得有些不放心，也有些恋恋不舍。在他住院的1年又7个月的时间里，只要身体还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文件，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7次。
在周恩来住院的一年多时间里，邓颖超每天都要带着秘书挑选出来给周恩来看的重要文件去医院。有时为了及时把文件送到，需要上午下午各跑一趟，到了最后阶段连晚上也去。当周恩来费力地处理完各种事情，和承受着身心双重巨大压力的妻子四目相对时，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病房里经常播放这首他们俩共同喜爱的歌曲，伴随着熟悉的歌声，周恩来好像沉浸在对他们俩几十年生活的回忆之中。舒缓悠扬的旋律，有时还能让他暂时忘记身上一阵阵袭来的剧痛。在1975年呢，距离1月8号去世的两个多月的时候，高振普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总理要我陪大姐去医院。到了医院呢，我有一个多月没见总理了。总理呢就从被子伸出他的手要和我握手。这时候总理他的手是除了骨头就是骨瘦如柴，但是呢他是用力来握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立刻回答我一定，就说当时就说不下去了，我就哭了。周恩来还交代其他工作人员以后要多带孩子去看邓颖超，他放心不下自己走后独自生活的妻子。他不放心的事还有很多，他是带着满腹的忧患走的。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走完了他生命中的第78个冬天。小超是周恩来生前对邓颖超的爱称，从此这个爱称将随着周恩来而永远逝去了。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伫立在寒风中等待了很久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刺骨寒冷的知觉，他们悲痛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总理你慢些走啊，让我们多看你一眼。邓颖超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人站在寒风中来送周恩来，几天来强忍在心底的泪水终于决堤了。恩来
恩来，我们永别了，让你心爱的小超最后再看你一眼吧。周恩来生前和妻子相互约定，死后均火化并不保留骨灰。此时痛彻心扉的邓颖超含悲忍痛，尽全力为周恩来完成了这件他生前一再嘱托的事，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周恩来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人民，人民也以至真至诚的爱来回报他。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战斗